Hello, everybody. Welcome to Teacher Carly's Chinese class. I have a good news for you. Answers to HSK3 textbook exercise and HSK3 listening scripts are ready. Check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get it. 欢迎你来到卡莉老师的汉语课堂。今天我化妆了。今天我化妆了。我不是每天都化妆的。我不是每天都化妆的。我们需要打包行李。我们需要打包行李。卖家说快递已经发出来了。卖家说快递已经发出来了。我们要把东西寄回英国，我们要把东西寄回英国。每次搬家，我们都会扔掉一些东西。每次搬家，我们都会扔掉一些东西。垃圾扔哪里？垃圾扔哪里？我老公负责做饭。我负责扔垃圾。我老公负责做饭。我负责扔垃圾。我们的朋友住在乡下，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。我们的朋友住在乡下，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。所以我们的婚礼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办的。所以我们的婚礼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办的。我们的婚礼是前年办的。我们的婚礼是前年办的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请慢走。请慢走，我做作业做了两个小时。我做作业做了两个小时。作业我做了两个小时。作业我做了两个小时。我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作业。我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作业。我看了半个小时的电视。我看了半个小时的电视。音乐会8:01开始。音乐会8:01开始。我等你等了一刻钟。我等你等了一刻钟。我们上课上了一个半小时。我们上课上了一个半小时。你在深圳住了多久了？你在深圳住了多久了？你在深圳住了多长时间了？你在深圳住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在深圳住了快两年了。我在深圳住了快两年了。你教地理教了几年了？你教地理教了几年了？我教地理教了快9年了。我教地理教了快9年了。我差不多教了9年地理了。我差不多教了9年地理了。Answers to HSK3 textbook exercise and HSK3 listening scripts are ready. Check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get it.